咧就系拉普拉斯嘅，咁我哋望一望，哇，一炮射出去，跟住咧佢系可以周围扫呢招激光啊，呢个 laser 好癫咯，就咁。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Hello， 大家好，我系魔人，咁今日翻到嚟咧，同大家睇睇两只嘅新角色啊，咁就系咧包括呢一只嘅海伦，系啦 ，SSR 嘅海伦，跟住咧仲有一只咧系拉普拉斯嘅，嗱呢两只角色咧都系爆裂三阶段嘅，咁就真系佢嗰啲嘅出场动画啊，同埋咧佢嗰啲大招咧系几特别噶，咁有片已经系流出咗噶啦，咁啊同大家去睇睇啦。好，咁就望一望先。嗱呢一个咧就系拉普拉斯嘅，咁我哋望一望，哇一炮射出去，跟住咧佢系可以周围扫呢招激光啊，呢个 laser 好癫咯，就咁样一炮射出去都系 laser 嘅，咁仲会戴埋面具啊等等啊咁样，哇真系型到不得了啊呢一只。咁另外呢就海伦呢係咁嘅，海伦就係揸住架缆啊咁样就出嚟，咁样跟住呢就嗰啲嘅枪呢就追击枪啦，咁其实我觉得拉普拉斯呢係型好多嘅，咁但係呢一隻海伦都係正㗎啦，係啦海军咁样啦。咁啊短片就係咁多嘅啫，咁啊可以同大家去睇下究竟呢边一隻咧嘅新角色话真系特别劲啦，咁但系其实三阶段咧爆裂三阶段嘅角色咧都相当之多噶啦，咁我哋不妨就睇睇拉普拉斯先啊，呢一隻咁有呢一个科技感嘅嚟机啊，好，咁就爆裂三阶段系属于铁甲类型嘅，发射器咧就系呢一个嘅，应该系火箭炮嗰类嚟嘅，力激光吓，火力型嘅企业。咁呢啲唔使睇住啦，咁我哋睇睇啦。嗱呢隻角色咧嘅120级咧系9000几攻22000嘅血，咁啊防御1700，但系佢去到120咧已经系顶咗噶咯，但系又冇理由系120顶，咁所以呢隻角色应该就真系要睇佢出到嚟系点啦，因为我记得我哋嘅 SSR 嘅角色咧冇可能系120顶噶吓。咁跟住，不過可以睇到佢火力型其實應該打出嚟嘅傷害應該都幾高啊！咁啊，暴擊咧就 15% 暴擊傷害嗰啲武器傷害63啊！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唔使睇住噶啦，睇太多啦呢啲係啦啲數據啲嘢。咁啊，睇睇技能方面，我覺得係緊要嘅。技能方面，我哋睇第一招啦。最大装填数是6嚟嘅，咁啊属于充能型啦，换弹时间 2.5 秒嘅，咁就攻击范围是大嘅，适合对付呢个密集嘅发射器，其实就是火箭炮嗰类咯。咁啊对敌人造成咧就等同于目前嘅攻击力 64% 啦吓，当系。咁样对陆地型嘅敌人咧，仲会额外多 10% 嘅。咁啊，呢个系大范围嘅一个武器咁解啦吓。嗱，跟住睇技能一啦，技能一咧就系全，我哋睇到最后睇下点先。嗱，英雄使命啊，被动技能嚟嘅，全处理攻击命中时，自身咧嗰个爆炸范围会提升啊。咁啊，可以叠加5次，持续5秒嘅。咁如果去到10嘅话咧，系嗰个爆炸范围咧去到15% 嘅，叠加5次嘅话咧，理论上咧就系75% 到啦吓。咁即系基本上嗰个范围都几大，嗰个爆炸范围冇错啦。咁啊，呢招系第一招嘅被动技能啦。技能二方面咧，又系被动技能嚟嘅，咁可以睇下啦。最后嘅子弹命中嘅时候，对目标造成相当于攻击嘅 percent 嘅额外伤害。咁呢个冇一咧，未有得睇啊。睇到十咧，就系咧相当于攻击力59% 嘅额外伤害啊。咁如果 boss 零件命中嘅时候咧，仲会对目标造成呢个嘅相当于攻击力69%嘅额外伤害。咁其实两个加埋咧，已经系去到有100几%咁解啦吓。呢个英雄轰炸机系啦。咁跟住到咗最后嘅爆裂技能啦。咁爆裂技能方面咧，可以睇到10啊。
爆裂技能方面呢就会系变枪㗎啦，应该系啦，自身啊咁变跟呢个使用武器嘅。咁初次嘅伤害呢会造成攻击力448%嘅伤害啦，持续伤害仲会系有攻击力2%+嘅。咁持续10秒啦，额外嘅效果就穿透突化。咁跟住呢，如果自身嘅处于呢个英雄使命最大嘅叠加，仲会呢对同一个敌人造成呢个嘅攻击力2.几个无视防御嘅伤害啊。咁其实你会睇到佢嗰招嘅呢一招嘅爆裂技能係好癫嘅，因为其实睇短片睇到佢係嗰个數嗰个范围啦係真係好劲啦吓。咁數个范围呢就相当之大嘅，咁我自己对呢一隻呢都几有兴趣呀，咁但係你话系咪真係好劲，我又觉得真係要试下嘅，睇落就正㗎啦，係啦，咁好好玩添。咁另外一隻呢就系呢隻海伦啦，咁亦都系啦，稀有度 SSR 嘅爆裂系三阶段，系属于水冷嘅属性。追击步枪嘅火力型嚟嘅，咁就数据唔好睇啦，係啦，睇技能啦。技能方面啊，我哋可以睇返啊，咦呢、這个魔星最高喎、啊。嗱咁啊睇返啊，普通攻击呢就係充能型嘅 ,1.5 秒嘅换打时间，最大嘅装弹数呢就6嘅。咁啊追击步枪射击嘅时候呢，就对敌人呢就造成呢个同于目前嘅攻击95%嘅伤害。咁如果再对呢个陆地型嘅敌人嘅话，再加20%，又系啦，两隻都系打陆地型呢，系超级劲嘅，啊咪劲啦，好用嘅角色啦。嗱，跟住我哋可以睇到技能一啦。技能一方面被动啦，咁就系阵前指挥嘅。我哋睇睇啦，嗱，最后嗰度呢就系呢最后子弹命中就全体普攻嘅暴击率提升 14.64%， 有5秒嘅。咁即系呢，如果呢佢射到最后咁样如果咁讲嘅话，我觉得系非常之正㗎喎，因为其实佢得6粒子弹嘅咋嘛，你射到最后嗰粒子弹命中嘅时候已经加呢个暴击，咁即系基本上呢你可以不断咁样增加你嗰啲队友嘅普攻攻击嘅暴击啦，咁所以呢隻呢又系啦，打暴击呢又可以全体增益呢，真系睇落又系好劲嘅。咁跟住就技能二啦，技能二又系全体喎、哦。咁我哋睇睇啦，技能二又系被动嘅全体啦。嗱，咁可以睇到啊，十咧就全体队友咧阻挡部分攻击嘅伤害提升 3.3% 持续嘅，系啦，阻挡部位攻击。咁跟住就全爆裂时间开始嘅时候呢，全队友呢嘅攻击力呢嘅伤害系会提升嘅。咁又系啦，全队会劲啦，呢个开炮啦又系全队嘅增益嘅。咁都系如果打输出嘅真系一流嘅角色啊。好，去到最后啦，最后又系乜嘢呢？嗱，最后呢就系呢一招嘅主动技能啊，爆裂三啦。呢个宙斯盾加龙炮睇到最后啦，冷却时间40秒，咁就伤害属性系属于水冷嘅，咁就对呢个攻击最高嘅一名敌人啊，造成相当于攻击力841%嘅伤害，超高啊！咁跟住呢就相当于目标最大嘅生命 30% 额外伤害，生效至自身攻击力 30% 为止。咁啊，其实就咁样睇呢一个位已经系可以对一名敌人啦，大家要注意啊！即系如果你系打紧 boss 嘅话咧，一炮真系可以怼死佢嘅。咁另外就全体队友恢复系啦，呢、這个嘅全体队友咧亦都可以恢复攻击力伤害咁35% 持续10秒。咁其实又系可以叫做呢、這个系回复相当于攻击力，呢、這个系恢复，呢、這个系回血嚟喎。咁啊可攻可守啦。嗱，就咁讲嚟，就咁讲两隻角色呢，我都觉得系都几劲㗎。依家嚟讲嘅话呢，咁啊当然啦，佢出嘅角色越出越劲，我觉得系合理㗎啦。咁不过依家嘅资料呢就唔可以讲 100% 嘅，我諗真系要到咗隻角色出呢先可以叫同大家去分享返啦。咁依家呢啲资料呢都系网上流传啦，不过呢应该都系坚㗎啦，因为呢都系喺游戏入面攞返嚟嘅。
咁但係佢调整咗之后会係点呢冇人知呀、啊、咁就暂时两隻角色都好癫，咁但係我自己呢就好鍾意呢一个嘅叫做咩雷射大炮啦，同埋另外一隻海军我都觉得真係超正嘅。嗱，两隻角色都讲晒啦，你又鍾意边隻多啲呢不妨留个言呢，如果鍾意海伦嘅话不妨打个一字，如果你鍾意拉普拉斯打个二字，又或者有咩睇法可以留个言大家讨论下。好，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兄弟们，睇到嚟呢度呢条片已经完㗎啦。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呢，可以按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仲有就係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㗎嘛。